昨天晚上是不是喝酒去了又？啊，喝酒去的。喝完酒是不是还洗澡去了？谁让你我洗澡去了呀？你就说有没有洗去。有。喝水去的。咋么村铁宝？花了多少钱？花多少钱？花两百。200？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骗谁呢？啊，幼稚园有洗澡才花200块钱呀你。不是，你要不信，那一会儿铁宝过来，你跟他说嘛。行，那你现在就给铁宝打电话。哎呀，他一会儿就到。你现在给打，我必须马上得对证。啊，打，宝哥，嫂子，哥，你嫂子解释解释。那啥，铁宝。咋了，嫂子？昨天跟你哥在一块了吗？没啊。哦，no。没在一块。不是，你看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在一块。干嘛去了？不是，你说你喝多，你干嘛去了？你都不知道啊？咱不是洗澡去了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跟我哥洗澡去了。花了多少钱？我说呀，800。咋？不是800块钱吗？怎么又成了800了？不是我说铁宝，哎，你是不是喝多了呀？这800呀！Oh no！好，你个保全，你一天天的就是骗我，你给我等着哈你！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，等着你！不是我说铁宝啊，咋了哥？不是我这样你都不明白呀？啊，真是几？这是二呀，那真是几？撇捺八呀！哎呀！铁宝啊，你是真厉害呀！怼我干啥呀？不是，我这是怼你吗？这不跟你俩玩呢？不是，我这是给你点赞。真是什么人啊！我要给你劈个这，你再给我出来个屁！啥人？哎呀，不是媳妇儿。